这现在在市面上只有我这有东西，我买回来快走，东西快害我，我钱都付了，现在东西是我的。我头一次拄到像你这样绅士风度的司机，把廖凯宏还有那个小杂货给他抓了。你要给我阻止哦，虎山集团当属第五辉煌是我阿公，你们家的是不是你有继续打关台你想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，你嘛介意旋转木马？我大概看到旋转木马，我就会感觉特别安心。我嘛是呢，其实这有信心，应该不是什么歹人。我得看咱三个人真正有什么款的缘分哦。我卡在营养拄到伊，我心情才会较好淡薄。可能你妹妹身份也可无资格做阮信心的家爸。我是希望营养妹会当主动入去这个所在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，拍摄哦，我拉贝正式开幕的哦。你奈有这样？我冇一个一模一样的旋转木马音乐盒，我大概看到旋转木马伫遐摄起来，我就会感觉特别安心。我嘛是呢，当初那不是你一定要嫁，我哪能对黄有芳有我囝？今麦阮大官，甲心态一定甲王依林找回来。那呢，永远伫这间厝的地位，就受到威胁。继承武山集团的机会，卖去用手去。这今麦伫个市面上，无别人有，干那我才有，足珍贵的。你的申请生去后拄到迄位小姐，拍照啊！拍照！我钱拢付啊，物件就那是我的。我是负责。呀，干廖凯宏还有迄个小杂货，给他砸了。我卡在银行拄到伊，我心情才会较好淡薄。看信贤的朋友一定有什么大事在问我吧？啥人嘞？是你哦。想不到当年一句后会有期，今年真正好难拄着。这是我一点仔心，希望帮助你爷妹啊，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有更加好的发展。我是袂离开的。武山集团当属第五辉煌，是我阿公。领导姐若是唔惊死，你有继续拍？来的，出动。啊！